大家好，我是福音，今天我要去挖一种野菜，这种野菜在云贵川那边很受欢迎，我们福建这边吃的人比较少，我要去挖一点回去尝一下。就是这个叫折耳根，我们都是等它这个叶子长高了之后拔回家拿去晒干来泡茶喝的，很少当菜吃，但是网络上很多朋友说这个味道很好，也挺好奇的，所以今天就挖一点回去，等一下拿去尝一下试一下好不好吃。差不多应该够了，拿回去凉拌起来试一下，好吃的话再来挖过。超级油啊！你这么你在做什么？好吃的呀？折耳根。要不要辣点盐？不要嘞。不要哈。怎么样？很好吃。有点酸酸的，吃的嘴巴又有点甜甜的，还挺好吃的。这要多放点大蒜，然后再多，因为是一大蒜嘛，得多切点这个。给你尝一下。嗯，还可以。那这个是好吃的，那里不这样多。甜里的应该会更舒服一点。两个。好，刚做的饭给他们吃，来吃好吃的。哇，很好吃呢，还要停不来。直接放嘴巴去。今天吃得来吗？吃得来。很好吃吗？太苦了。嗯？你要吃这种嫩嫩的，嫩的。那也可以吃。吃得来吗？吃得来啊！吃得来。我都不要看他的表情。他的表情啊，我天。好不好吃？很好。他没吃嘞，他吃了。没有。反正不吃。没吃习惯就吃不来。还挺好吃的哈、哦。下次再去那边田里再挖一个。而且吃这个折耳根对身体也很好的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